一號戒備信號仍然生效。颱風婉虹集結在香港西南偏南大約530公里，預料向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動，橫過海南島以東海域。天文台下週考慮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方健儀報導。朝早風勢明顯增強，遊客在灣仔海旁地影相都要同風鬥一鬥，廢紙就吹到一地都是。天文台話颱風婉虹大致吹向海南，咁我哋預計咧，喺颱風婉虹同埋呢個東北季候風嘅共同影響之下咧，本港嘅風力係會逐漸咁樣增強嘅。天文台咧就將會喺今日下午稍後咧就考慮需唔需要發出呢個3號嘅強風信號。嗱，如果我哋係喺今日發出呢個3號強風信號咧，就將會是歷史以來咧係最早需要發出呢個3號強風信號噶啦。天文台預測週末多雲有雨，雨勢有時頗大。無線電視記者方健儀報導。